来就跟大家分享怎么开笔，怎么顺笔。那有这种平笔，然后像这种尖的彩绘笔，然后还有这种圆笔，还有另外一种呢是这种细的彩绘笔。OK， 一共四种。那一般来说，在那个开笔之前呢，它的笔是硬的，因为它表面呢还有一些残胶在上面。用卫生纸或棉花，那种无毛屑的棉花都可以，一样弄一点凝胶清洁液。那有些人会说用那个洗笔水，现在洗笔水好多了，以前的洗笔水是那种比较会伤害我们的那个笔毛的洗笔水，现在有很多是那种滋润型的也可以，或者是凝胶清洁液都行，轻轻的泡，稍微泡一下，轻轻泡着，然后顺着这样子顺方向，有没有看到轻轻的往上，嘿，笔身就软了。但软了之后呢，一般来说里面会有一些残胶，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要把它清干净。所以这样按压之后呢，清完之后呢，轻轻的拿出像那种橘木棒，这时候就比较不建议用钢推，因为钢推毕竟比较没有这么温和，轻轻的往下推，轻轻的这样清，一点一点慢慢清，有没有看到有这个多余的胶，上面会有一点残余的胶，所以你就要把这个多余的残胶呢给清干净。有没有看到这边有多余的胶，所以就要这样清，慢慢的慢慢的，它很轻哦，不能太用力，太用力的话你那个笔很容易就分叉坏掉了。轻轻的，很轻，再把它清干净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慢慢的，轻轻的，力道要非常非常的轻哦。轻轻的，然后清完之后把中间稍微掀开，中间也要清，大概清个两三次，上面没有多余的残胶就可以了，然后把它擦干。有没有看到它里面会有？有没有发现它里面有这个胶？有看到吼？这个就是它的胶，就我们把它洗干净了。好，那可以先放旁边，待会我再洗第二次，就是会换再干净一点的水。那因为不要浪费嘛，我现在是为了要开笔，不要一口气就记得泡的时候不要一口气压下去，这样很容易受伤。轻轻的先沾一点水让它润笔，之后呢不要太用力，这样轻轻的顺顺，慢慢顺慢慢顺，它现在很硬嘛，有没有慢慢顺慢慢顺，轻轻的顺顺，然后呢慢慢的它就开了，有没有看到慢慢的就软掉了，就比较软。好，顺完之后呢再吸干，再把它吸干，然后慢慢的清，一样的手法，轻轻的轻轻的，
一次，然后发现我很轻，而且我只敢轻轻的轻表面跟侧边。这个动作要重复好几次哦，有一点小枯燥，但是不能太用力，这非常重要哦。中间还看得到血血的话，就要一直来回清哦。再给它顺一下，先放旁边。像这种笔啊，就是一定要洗干净、顺干净，不然的话你也不好画彩绘。那这种彩绘笔就最简单啦。直接放进去，轻轻的挥两下，因为它其实没什么多余的胶，因为它只有几根毛在上面而已。然后一样，稍微轻刮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就不需要太大力。好，你看这几根小毛。好了，这个就更快了。擦一下，OK，然后再这个，最后一个，也是一样，轻轻的先泡一下水，然后往上顺。这种彩绘笔啊，就是很容易就开了。然后呢，一样，轻轻的。刮，这个毛比较多的，它的胶就相对的多一点。你们看到？我把它擦掉，再一次哦。有时候会把它摊平，有没有？然后稍微拨一下，轻轻拨一下，不要太用力哦。温柔，请温柔的对待你的笔。好，OK，这样就四个笔就稍微开过笔了。那它里面这个很脏嘛，就把它倒掉，或是把它吸干，然后转一转，擦干净。里面都是残胶哦。擦干净之后呢，再用一次凝胶清洁液。再洗一次笔，第二次。到时候我会这样稍微用一点力，撑一下那个笔。我会稍微这样子撑，有没有把笔撑开？换边撑，这样稍微撑一下，把那个笔撑开，让凝胶清洁液呢能够更好的附着在里面，然后再清笔。那这次我就换另外一个方向，有没有？中间还有一点。残胶，转过来，
有时候亲一亲，你会发现有这种须须，就是会有一两根翘起来的毛。它有时候是制作的过程，那有时候是你用的时候太用力，像这种 Q 毛有没有？我就会用这种橡皮剪把它剪掉。好。你会发现洗了第二次，还是有点浊浊的，有没有看到那个水？那个就是胶，所以我就要这样多清几次，不要回到底部，就是往上了嘛，把那个笔啊，那个胶洗干净。2次3次就差不多了。因为毕竟它不是像水晶笔那么蓬那么大只，这种都是扁笔，就还好。稍微看一下哦。哦，你看，它中间还有胶，所以就要在第三次洗2到3次啊。继续清。OK，接下来就需要把笔顺平，换另外一个，一样的方法。洗笔啊是要非常有耐心的一件事哦。太粗鲁或者是耐心不够，很容易笔还没洗干净，你已经毛躁了。你看到中间还有这个胶，你要清掉。稍微拨一下，轻轻拨，有没有？这样拨一下，你就会发现哦，还有胶哎。我把笔这样稍微轻，不需要太大力哦，就是把笔稍微这样子轻轻的这样轻一下。OK，那基本上这个彩绘笔呢是已经洗干净了。你看前端还有没有胶？很好。OK，然后再把它洗掉。擦掉，洗干净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教大家怎么润笔。润笔，请拿出你的胶，底胶啊、上层啊，其实都可以。现在就是用透明的胶，把你的笔润干净。保养它的意思，因为你不润笔，你刚清完笔，其实它是很干的，哦，非常干，然后不是很有弹性的。
再弄一点凝胶清洁液，等一下要洗笔的。润笔很简单，就沾取凝胶清洁液之后，用力的轻点，也不用太用力，你沾取足够的胶，来回两侧，这样轻轻的刷笔，然后再刷 barbecue，这样轻轻的顺笔，然后会稍微用一点点力道哦，也不用太多，但是你一定要有一点力道，把笔撑开，让那个胶啊可以跑到里面去，跑到你的光疗笔里面去润笔，要顺一下。你看它这个多的毛，那个不干净的毛，没有做好的毛就会跑出来。好，然后呢，顺完之后呢，你要收笔，两边都收成，因为这是平笔嘛，收成平的，那两侧稍稍收尖，收成平的。你看这种短的笔毛啊，不干净的笔毛就跑出来了。好，平的，OK，先放旁边，再换一个，一样哦。哦，那这种杂毛就先放旁边，两侧，然后顺笔，先把胶都涂均匀在我们的毛笔毛上，然后用一点力道撑开，撑开。撑开，让那个笔毛都有光疗胶，给它一点滋润哦。撑开一下，然后一样，前两侧稍微收圆，收圆。中间顺一下，顺一下，好，这样，OK，一样放旁边。一样的手法，不管你今天是平笔、圆笔、彩绘笔，都可以用一样的手法来润笔哦，来洗笔、润笔。这样你的彩绘笔呢，可以就是用的比较久。好，那小的彩绘笔就更简单啦。润笔之后拉尖，两侧轻拉，给它拉成尖的。细长笔，这样轻轻的，稍微抖一下，因为这个笔太细了，就它没几根毛，所以我会这样稍微抖一下，让那个胶有没有都粘在我们的笔毛里面，拉尖。OK，就这样。好了之后呢，就可以把笔上面的胶轻轻的擦掉，好，轻轻的擦掉，然后再一样，清完之后呢，这样轻轻沾完之后呢，顺笔。再一次哦，这样粘完之后，顺笔就是把笔稍微清一下，洗干净。我洗笔都是这样子顺着，有没有？我往上推，有看到吗？推推推，用那个水去把那个笔洗干净。好，
洗完之后把它吸干，然后我会把上面这个底身也稍微擦一下。吸干之后，把它收成平的，这样轻轻的收，轻轻的收，然后两侧稍微看一下，把它收成平的。OK，好，嗯，平的不要有鼻青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再一次哦，把上面的笔轻轻的，把上面的胶轻轻的带掉，然后顺一下笔，洗一下，把上面的凝胶洗掉。吸干之后把它洗掉。然后笔身擦一下，然后呢，两侧平的之后，两侧稍微往内收，收成圆的。大概就是这样，然后彩绘笔也是。那彩绘笔收的时候呢，拉长、拉细、拉长，稍微转一下，转一下。有没有看到我的笔是这样转？是一边收一边转。那就尖了。最后一个，一样，收，洗一洗。收，那因为它毛本身比较少嘛，所以它有时候会自己那个 big chain。但是你上了那个彩绘啊，胶涂上去之后，它其实就顺了。擦一下，然后把笔毛收尖，好了，就可以给一个收起来了。一支一支收起来。烧的时候也要小心，不要太用力。太用力有时候一插进去啊，就不小心插到。如果你这样插到，就又分开了。看准再收。收起来。好，这就是简单的洗笔润笔的方式喽。那一般来说呢，就是彩绘笔啊，有分成。今天刚刚前面清，就是洗笔过了嘛，就是除了这四款笔之外呢，那还有一个是圆点棒。这五种呢，就是可以很好的拿来做彩绘的运用。那接下来就简单的分享一下，就是差异。一般来说，像这种圆笔呀，除了是上色之外呢，还可以拿来。画发饰，像前端这种发饰，然后呢可以画线条，那种很粗的粗线条，也可以画这种刷痕感，或者是两层，或者是把它涂满之后这种粗的线条，那也可以画成花朵，就是做出这种。花朵的感觉，小小五瓣花，圆圆的，是比较有刷痕感的花，这样做出来是这种感觉，五瓣花的感觉，所以它可以做线条，可以做花朵，可以做发饰，就是圆笔还可以就是上整支的颜色，就是还蛮好用的，或者是说也可以做这种有点拍打感觉。拿来做晕染，做拍打，都蛮好看的。
那像这种方形的彩绘笔呢，主要就是拿来上色，然后还有画线条。这种粗的线条，就是如果你今天手上要画这种粗线条，就很适合了。主要是线条，还有上指甲的颜色，跟那种平行发饰，就是画这种平行的感觉。那再来就是细线笔，细线笔的功能呢，它就是这种的话，画出来的那个彩绘线条啊，会可以很细，但主要是画斜线啊、直线啊、横线，画出来的那个感觉，你要粗的也可以画成这样，细的就是这种细细的 feel，或者是说像有些人要做这种孔雀纹，也很适合用这种细线去拉哦。所以每一款的功效啊，其实是不太一样的。那细线的话，你也可以画成这种细致的感觉，这个就全部都是用这个细线笔去一笔一画去描绘出来的。好，细线笔的功用。那像这种一般彩绘笔呢，就是你要拿来画彩绘啊，画线条啊，哦，画线条，画什么都可以，就是它是很百搭的一款笔。只是说有前面的那几种不一样的笔的话，可以帮助你画出，就是更轻松、容易画出线条，画出花朵这样。那像这种细线笔一样啊，你要画线条，你要粗细的线条都可以，粗的、细的，然后画水滴啊、爱心啊。都很适合，好，还可以画人物，就是比较百搭款。它也可以画这种点点啊、爱心、水滴，或者是说进阶一点的呢，就是它也可以画出像是我们的尖花、圆花、爱心、幸运草这种玫瑰都可以。那它也可以画出这种带有一点玫瑰感觉的花，就是它可以做出那个不一样的花瓣，就是它比较多变化，它变化的种类比较多，比较多元哦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拿来画点点，圆点棒拿来画那个点点是非常方便的，就你可以点一下画大点点、小点点。然后可以做出不一样的造型，就是跟点点有关的造型。这都是用点点做出来的，所以其实点点也是很好搭配的。那后面呢，就会跟大家分享怎么运用不同的彩绘笔呢，画出不一样的彩绘，敬请期待哦。